芜乡科寮村位于低洼处的民宅泡在水里，蔡先生家缺水断电，想吃上一口饭，先撩起裤管涉水走出村庄。还无断水，还未住进来，无住进来。哎，灶卡嘛拢安尼水。云林海线口芜乡水林乡马路惨变水路，民众纳闷，明明雨都停了，为什么水排不出去？没有在抽水的抽水机。民众质疑水林乡尖山大排右岸的一号及三号水门空有三座移动式抽水机，却宛如装饰用，根本没有作动。相关单位还回复他，因为没有油了，尖山大排顺兴二抽水站也被抓包。打电话讲讲讲有抽啊，啊都天天都无抽啊。啊，你阿在看拢无咧叮当啊？无咧叮当啊，三工啊，浸水浸三工啊。移动式抽水机哈，它可以保持。就是连续抽水时间是20个小时，下来这个有将近超过48小时的一个豪雨。原因出在油料耗尽后，油车还未抵达，所以无法运作。该抽水却毫无发挥作用。25日，彰化大城乡的浊水溪出海口土堤被冲破，海水倒灌4000多人，紧急疏散。当地居民不满，政府斥资1亿元新建过湖过五厝两座抽水站，紧要关头却失灵。彰化县政府水资处查出抽水站运作时背部卡到垃圾，电压过载才会导致故障。三立新闻中部综合报道。